我是顧錦輝，我在1961年出世嘅，咁我喺南華會已經35年噶啦。我哋踢呢度冠軍球會杯，嗰時講真，我哋嗰時咧，我哋反而同日本啊嗰啲咧個水準，其實我哋同佢差唔多嘅，即係話真係中東球隊，我哋就比較蝕底啲。我哋香港嗰時拿會就差唔多係真係大部分11個球員，我哋有8個係華人出去嗰隊波嘅，差唔多8個都係香港代表隊。楊翠瑩咧助攻啊，呢個波射埋。85年嗰個世界盃外賽贏中國隊嗰場波啦，贏2-1嗰場波，即係到而家大家都好記得呢場波，同埋當時講其實香港同中國個足球水平咧係其實唔係差距咁遠，同埋其實中國隊佢本身個球員咧，其實喺呢2-3年我哋對過好多次，因為嗰時當時佢哋中國隊咧大部分都係廣東球員多啊，我哋有省港杯踢噶嘛，成日其實一年有機會對2次或者3次，基本上同廣東隊有啲球員我哋真係識佢幾年咁樣，有時話踢完波我哋都有去大家出嚟飲下食下嘢啊，燒下嘢燒嘢啊咁樣都有嘅。你講個成績嚟講，我覺得香港隊近呢1-2年，即係金冠軍帶咧，我覺得佢成績打得唔錯嘅，因為佢本身佢之前嚟喺香港踢波啊嘛，佢都知道香港啲環境同埋香港即係嗰樣嘢，所以我諗佢執教香港隊係 OK 嘅，我覺得守同攻呢樣嘢，我覺得係個教練決定係攻定守嘅啫，講真係咪？或者佢睇，我諗香港隊都唔係話長長去守嘅，佢都要睇對手。佢真係對手，譬如對於中東球隊，佢實力唔夠人好嘅，我諗個教練必須要做好防守先，係嘛？你唔做防守嘅，你攻人嘅，可能後面可能輸幾球唔出奇。嗱，如果我嗰邊咧，自己個青訓做好啲咯。而家我哋同其實對，只可話贏到新加坡啊、菲律賓都可以贏到。希望譬如對日本啊、韓國都希望，即係個水準可以去到唔同人一打咯。